他们爱的选择，等你来选择。来，咱们看一下，您选择哪一位？二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您是听从观众意愿，还是说忠于自己内心啊。四号女嘉宾当仁不让，成为我们男嘉宾的第一位心动女嘉宾。谢谢，感谢男嘉宾选我。上台之后，我想让他弹个曲，我会伴着舞。反正这阿姨的身材啊，一级棒。哎呀，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哈，她的身材我不敢跟她站在一起。另外，我们阿姨这多才多艺哈，刚才我就仔细听了，这您俩以后的生活真就是琴瑟和鸣哈。嗯，那以后的日子得过得老精彩了，其乐无穷的呀。一个人弹琴，一个人跳舞，拼命点头，呵，乐了是不是？那咱别等了，好不？来吧，现在最着急的估计是您。我们掌声请出我们四号女嘉宾，闪亮登场。我是抚顺的百态舞娘马俊祥。百态舞娘，一百个造型，一百个姿态，是这意思吗？是，太棒了。我哎，来，咱男嘉宾，别不好意思嘛，快来。他哪是不好意思，瞅眼直了。合计呢，他能有多少个姿态呢？能变成啥样呢？是吧？不是，想到，他俩是一脸脸，挺般配的。他俩配置。您的爱情信物是什么？这是一双舞鞋。哎呀，您用舞鞋作为爱的信物，您猜猜为啥？他是不是希望我也要跳舞，让我也跳舞？那他得准备一双大的，这一看就是女士穿的。走的远远的，爱情到终点。还是请我们阿姨您自己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用舞蹈鞋作为爱的信物？因为我是爱好舞蹈，又爱好音乐。就是因为咱们年龄也毕竟不小了嘛，没有太长的时间，所以呢就能用本来就喜欢舞蹈，就让舞蹈继续，希望对方能支持我，欣赏我的舞蹈。以后想跳舞支持不？那人今天既然都把舞鞋拿来了，希望你能支持。支持的话，那你说这岁数大了，弯个腰啥的挺累的，你给系个鞋带啊，帮穿个鞋，能穿了不？还穿不了啊？能穿了？那来吧，现场我看看。跳舞这个东西都来，咱锻炼身体。咱女嘉宾，您坐一下，我看我们男嘉宾怎么给您穿这舞鞋，看看怎么支持的到位不到位啊？那麻烦您了，麻烦您也坐那儿了。那这能穿了吗？可以。哎，咱女嘉宾这个脚好像挺小啊，您多大脚？三。幸福的，翩翩起舞也是我向往的一种生活。
太美了，太棒了，哇！好，哎呦，不知道咱观众朋友们发现没哈、啊，咱男嘉宾这个琴弦前奏一结束，咱女嘉宾这小舞马上就起来了。一结束的时候，咱女嘉宾也跳得非常有这个结束感，咔来一下，你俩之前是不是合过？没有。是啊，这是个突然之间的事儿啊。这曲儿我也没听过。这，那之前有人给您跳过这个舞吗？没有，这没法跳。我这瞎弹的。你看，你二位这默契来的，没有名，所以我听这曲子也不熟悉。没有名。老杨，你感觉他俩跳的默契不？确实好，确实好。是不？这样，我们男嘉宾啊，您先帮我们女嘉宾把鞋换上。不必，不麻烦。自己换啊。哎，你看我们女嘉宾是个特别体贴的人啊，从来没享受过这个待遇。咱男嘉宾，您以前给别人穿过鞋吗？没有，头一次。是不是有一种这个王子找到了灰姑娘，给他套上水晶鞋的感觉？这心跳。